家平安，我叫林志华。其实信主这个时间对我来讲是有点比较晚，因为我以前是因为小孩子去教会表演啊，他们那个大节日，父亲节、妈妈节或是一些节庆，他们表演会邀约我去看他们表演。其实我是很不喜欢去教会的，因为去那边每次都要唱歌，每次去就觉得说我要唱多久，因为我想说要看我的小孩子表演完，我就想要赶快离开，我不想再过待。但是每次去咧，总是要先唱完歌，然后站起来，然后又再坐下，又站起来再坐下来，然后就会不喜欢去那边，因为我很爱自己的小孩，很喜欢自己的小孩，所以他们表演我希望不要缺席。虽然说我在当时我是不喜欢这位上帝，不喜欢这位真神，不喜欢耶稣了，所以就是想说不要让小孩子说父亲老是没有来，爸爸每次都没有来，所以我就为了小孩我就勉为其难的去。那一直到去年四月吧，四月去教会，好像是复活节去教会，我太太邀约去教会，那我被神感动。那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，求神给我车位给停，就神进来也垂听我祷告，也给我一个停车位。居然神聆听我的祷告，我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，我并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也还没受洗，我根本连神赏是什么我都不了解。但是神竟然在这个地方他动工了，我真的是我心中那种莫名的感动是没有办法解释跟形容，就是说我只是单纯的求一个车位，在我还没有受洗前呢，就对神的话语啊充满很多的想象跟感动，还有就是说想要把神的话语读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奥秘在里面，把它慢慢的读，慢慢的读，后来发现说神他有一些话他依然他在告诉你，那神的作为跟神的话语都在里面不是神话，不是真实的经过的历史。我就慢慢的从初信到坚信到确信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那当我们知道说啊，原来我受洗就这么简单，我只要信而受洗我就得救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到天国，去到天堂，去到天父要我们去的地方，而不是下去阴间，下去火炉那边去接受那个第二次的审判，第二次的那个死亡。以前没信主的时候不顺就是一天到晚在抱怨，那你信主之后不会去怪罪神，你反而会觉得说这个事情不顺的时候是其实是神的作为，神在动工，只是他的过程还没有走完，所以你并不知道神他为你做了什么，或是为你预备了什么。我们只要选择去相信神，那你自然而然神在你身上的作为，你就会感受到说现在是神在动工，就是而不是一天到晚在抱怨。